世界足迹情牵四万里。大家好，我是刘尔金。情牵四万里，要请各位观众朋友跟着我的足迹，用不同的角度一起来探索世界。赶快看一下，今天我们要飞往哪里呢？从台湾往西南方飞行，飞越南海，经过越南、寮国，就能抵达距离台湾2532公里远的泰国。泰国第一大城曼谷，除了是外国游客的购物天堂，同时也是日本、美国等重要3C 产品的重要加工出口地。现在跟着世界足迹，我们即将到达曼谷，情牵四万里。那泰国还有什么特色呢？让季天宇来告诉你。一直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度假胜地的，算是首选了。好，大家很经常都会去到泰国。那泰国的曼谷呢，有一个卧佛寺，这个寺庙它的供桌上面啊，除了佛像以外，还有一个动物哦，是什么呢？是白象。哦，白象在泰国呢，被认为是圣洁的一种象征。是，对。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在那边泰国，我们会被称作这个白象王国哦。对，所以你要看到啊，真的有白象哎。是的，而且你知道吗？连政府颁发的勋章里面哦，都还有白象勋章，可见白象对他们的那种崇高啊跟神圣的意义有多重要了。好，谢谢天宇。哎，大家都知道泰国很好玩，它泰国也有另外一面呢，今天要大家一起来探索了。好，赶快欢迎一下。跟着我们一起来探索泰国的两队，首先欢迎的是萨瓦迪卡队。萨瓦迪卡队是由在曼谷开设冰淇淋工厂的志工洪登雄、利玉兰夫妇和好朋友林立娇组成。洪登雄往返曼谷不下数十次，对于曼谷的关怀不遗余力。今天非常期待洪登雄分享曼谷的生活文化。跟玉兰师姐其实呢，来往这个泰国，因为工作关系已经有10年以上的经验了。那不只是这样哦，在这个去做发放赈灾的经验啊，也是相当的多。哎，等一下在节目里面再请你跟我们好好分享。欢迎萨瓦迪卡队。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水晶晶队啦。来，水晶晶队。水晶晶队由曾经前往清迈中学担任华文老师的林娟带领两位来自泰国的侨生明慈和婉容一起来挑战，有泰国当地的朋友一起分享泰国与台湾文化差异，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很有趣吧。好，欢迎水晶晶队。好，台湾到泰国的是2532公里，今天两队获胜的队伍到最后可以抽倍数球哦，在这边从3倍、4倍、5倍、6倍，大家努力了，争取最高的分数了，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数据看国家，透过5个数字了解一个国家与地区，地球中浮现的数字线索延伸出题目，率先抢答到并答题成功的队伍即可获得一分。哪5个数字跟泰国会有关联呢？请看。好，在这边，在这边。第一题。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数字呢？167代表着字母的数量。我们看一下图片，这个167个字母列入今世世界纪录。这个呢，其实是曼谷的原来的全名，是登记为全世界最长的地名。好，问题来了，请问现在各国通用的曼谷 Bangkok 是当地语言何者的转译？请讲答。来，请回答。稻米。稻米。稻米国。稻米国。你们是用直觉选的吧？没有哦，我们有一点点分析。因为它是米仓国。哎， Bangkok 这两个字的转译呢，是当地语言橄榄村的转译，所以，对不起，答错了。好，马上进行第二题，看看出现什么数字哦。出现的是一，第一座泰国的水利工程水坝叫做巴塞水坝，因为湄南河呢都会有这个水患问题，为了改善这个问题，泰国在湄南河下游
建的第一座这个水坝巴塞水坝。问题来了，请问这个水坝的效益不包括下列何者？请讲答。哎，水晶晶队，请回答。三号。三号不包括捕捞渔获。可以。好的，既然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图。是的。湄南河呢，其实是泰国的第一大河，而且泰国的曼谷就位于它的出口之处，看到吗？刚好是出口处。所以昭披耶河也就是湄南河，就是湄南河翻译的不同而已。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在1850年的时候，它建造了第一个的水利工程。它的效用包括了什么呢？什么？一，发电。有。二，防洪。有。三。三是什么？灌溉。恭喜你们答对了。唐吉，第三题看会出现什么数字呢？好，出现的数字是五。泰国出产的稻米品种叫做茉莉香米，销售遍布五大洲。来了，问题来了，请问造就泰国农业发展如此蓬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请讲答。好，气候四季宜人，是不是气候四季宜人呢？天宇。大家有听说过泛滥平原吗？其实呢，泰国我们刚刚有讲，湄南河是它那边最大的河流，然后它在7到9月的时候，它会横跨有两季，会固定的泛滥，形成泛滥平原。什么叫泛滥平原？就是水淹过来以后，水中的营养养分会注入土壤之中，其实是会帮助稻米的成长，所以。很可惜你们答错了，所以因为河川泛滥，所以土地反而变得更肥沃了。好，进行第四题，会看看出现什么样数字呢？出现数字是2011年，在2011年的曼海啸不但影响了泰国，还影响了全国金融市场，备受国际瞩目关切。请问泰国每年都会降雨淹水，为什么这次的曼海啸特别严重呢？记得吗？来，请回答。选一个。对，应该是极端气候的影响。极端气候的影响。对。好，恭喜三八地下队答对了。太好了。就是因为极端气候的这个降雨啊，让水灾经验非常丰富，泰国无招架之力。这个时候呢，我想问一下登雄师兄。是。这个曼海啸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呢？它是从北部哦开始，那个水还有下雨，然后还有水库的水，然后淤积下来，它是利用湄南河一直往那个曼谷海边出海，往下游排嘛。对，然后它是因为政府认为说，它这个水啊从北边下来，它可以慢慢的给它疏散到旁边去。是不是最上面有一个水坝？本来有个水坝。对，然后下来的话呢，他认为说它可以慢慢往旁边去疏通啊。是。但是它还有算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水，还有下雨的水，所以这个整个累积下来，它往南部所以有三条水，对，大陆那边的过来的水，对，下大雨的水，对，加上水坝泄洪的水，对，让泰国无法招架，它就是因为人的去黄堵啊，它就变成要把它疏通嘛，所以它会一区这样黄堵下来，我曾经看到它挡的那个湄南河最高的水位啊，它挡到3米高啊，就是湄南河这个河岸啊，它在挡3米高啊，所以水是在河岸的上面在跑，堵的最严重就是阿育泰亚，就是他们的那个古城嘛，北部的古城嘛，哦，阿育泰亚嘛，那个整个都是工业城啊。所以那边溃堤了，整个哇，那个淹得更严重了。所以从那里慢慢一直淹，对，然后最后淹到曼谷，淹到曼谷来。邓勇师兄，对，你的工厂在哪里？我的工厂在帕通塔尼，对，那个区域整个都淹了，就淹到差不多那个地方啊。所以那个整个淹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水高很高啊，到1.6米。在还没有淹到你工厂的时候，你就有去。看上游，对，我要到阿育泰啊，慈济人啊，接到这个命令啊，从北部他们从台北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做一个。好，那我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接到慈济的救灾的命令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我的工厂也会被淹到？其实没那感觉，对不对？没感觉，还没感觉，没有感觉。我到阿育泰啊去的时候是前2天才去看，然后我说哇怎么淹的？我就说3米高那个水面这么高啊，那时候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啊？
那时候就没有自己，只是说隔天我还要再去救灾。但是没想到我隔天要去不了，我自己工厂已经先淹起来了。对，才不到一天的时间呐、啊。哇，整个都淹起来了。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后面整个救灾的情况，我们再来慢慢的往下聊。好，我们来问一个加分题。加分题，请问，2011年曼海啸造成的一种电脑设备严重短缺，请问是什么？是一电路板还是二硬碟？请抢答。说硬碟。恭喜答对了。耶！怎么这么好？哎，好，盲题第五题，来看一下会出现什么数字？出现数字是9。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个答案选项，第一个是鞠躬，第二个是微笑。微笑。九呢，代表泰国人信奉佛教的人口高达90%。泰国依据佛教教义呢，也很重视伦理。近年来虽然这个政治很纷乱的形象受挫，但是他们也想来一个温柔的革命。请问这个温柔的革命是借由下列何者推动？请讲答。来，三号题答对。微笑。你们答案是微笑。因为他说有答案哦。因为他们都是什么？你看时常都这样鞠躬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啊比较喜欢微笑。除了鞠躬以外呢，要微笑。到底什么题答对？有没有答对呢？来看一二三，一二三。好，2004年泰国复兴国家道德力量推广中心不仅在国内拍摄一连串的公车救国家的广告，同时也走出国家远赴台湾，向有40多年行善经验的佛教团体要精炼交流。所以恭喜你们答对啦！谢谢。在前面的五个数字题，我们了解到泰国在2011年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长达4个月的水灾，叫做曼海啸。这次的曼海啸不但是影响泰国本地的居民，同时也对于全球经济还有粮食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慈济也深入去关怀。在进入下个单元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两队目前的分数怎么样。好的，我们的三花迪卡队拿到了2分。我们的水晶晶队，也是2分。好，马上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世界大发现。世界大发现，请仔细看 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率先抢答到并答题成功的队伍，即可获得1分。大家仔细看影片哦。来，请看第一段 VCR。在水患即将要进入曼谷时，泰国政府祭出防堵政策，出动军人堆沙包，甚至在曼谷北部筑起长长的防洪堤。即使如此，这场为期超过4个月的水患还是造成微笑国度坐困愁城，全国受灾人数高达1000万人，经济损失更超过1000亿铢。在低洼地区，居民的住家遭洪水淹没，必须住进收容所当中，而志工此时也成了灾民最好的慰藉。害怕那恐惧还有那种焦虑，很多都是一进来的时候连鞋子都没有，拖鞋都没有，身体都是湿哒哒的，我们只能立即给他温暖，一看到他先抱着他，然后让他在我们的肩膀上哭泣，之后呢再开始问他需要什么。邱淑芬师姐在水患后立即进驻灾区，给予灾民抚慰以及帮助每天2餐的热食送餐，但水患日益加重，送热食的任务日渐困难。为了让灾民能够吃到热腾腾的食物，慈济志工们想出了更好的方式。他们直接将厨房搬到收容所里，在里面煮热食给当地的居民。能进到收容所里的志工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而无法前进灾区的志工们则在台湾为他们募集衣物，将4面8方民众的爱心集中送到泰国去。好感动啊！桃园寄到我们这里，原来它里面打开，里面它有已经整理得很干净，然后里面有一张的信，婚内衣服、长裤、上衣，它已经都标明得很清楚。无情的大水来袭，让微笑国度暂时失去了微笑，
但来自志工们的关怀以及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爱心，也让这个国度再度找回了笑容。经过帮助，他们真的找回这个笑容了。嗯，希望赶快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是的。哎，两位住在泰国的，2011年水患，你们住的地方有被淹水淹到吗？我住的地方没有淹到，就是要去找朋友的时候，有一些他们家就有淹水的。那这样怎么去找他？那我就是他会买一只船，那个时候泰国流行就是有卖船的，就在那边划船去找朋友。划船找朋友啊？其实你倒不觉得非常的不方便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泰国人真的好天生乐天哎，他就是很乐天的。可是我觉得他去的地方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他朋友的地方可能没有严重，对不对，师兄？像我们去的话，你没有搭船，绝对进不了的。对，所以它的急难救站中心都是在那个这边水，这边水中间凸起来有一个那个像沙洲一样的。对，就在那边的地方，所以两边都是水。我刚才讲就是皮卡贤这个地方，对，它这个地方呢，有的区有淹了，有的区还没有淹到，所以那个两方的那个心情不一样，对，淹到他想说我已经淹了，现在就是做一些的补救的工作，对，没有淹的他的心理的感受更难，他一个多月就开始在那里烦恼了，对，就在这个事情呢，我们成立这个救灾队呢，然后就是关怀我们的华青嘛，然后当然是。台商很多的地方，对，我们选择这个地方，但是那个曼谷那个区域很大，那个地方不只有你的工厂，还有很多台商的工厂。对，第一个先去关心我们自己台湾的工厂的部分。对对 对，当然平等心啊，泰国人需要我们的，我们也是关怀。那我们搭的车程啊，大部分平常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啊，当然你当天要去的时候，那时候水灾区啊，差不多要3个多小时才会到。对，然后车子到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船下下来，然后下来再到划船，但是我们那个是有马达的啊，因为我们慈济也为了这一次的救灾啊，是买了一部那个有马达的船，马达。那时候我们还有在曼谷区了，我们成立这个热死中心嘛，然后我们那个它那个有的地方啊有水，但是不深，但是船也不能划，所以变成人牵着船。然后东西便当在船上，然后挨家挨户然后他们到那个时间到，他们都会下来楼下，有时候用那个绳子他抛个绳子下来，我们便当绑着他就楼上去了，这样子。这个发放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波三折了。对，题目来了，请问，泰国水患在抵达曼谷的时候，泰国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治水呢？记得吗？好，十万加倍。防堵。天宇，他答对了吗？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防堵的这个政策呢，然后先放置沙包啊，然后或是竹堤，然后阻挡这个水过来。可到后面呢，才开始使用就是舒缓的方式，然后引流出去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恭喜。第二题，请问，志工将热食送入收容所的任务，因为积水、交通不便变得困难，利用什么方式解决？刚刚影片里面有提到哦。请讲。第二，水晶晶片，答案是二。厨房设在收容所，直接煮。是吗？是的。这题我们请师兄来为我们解答好了。是，就是在收容所煮热食，然后从那边。来做发放，对，所以比较接近哪里，然后从那里煮热食，然后送过去，这样才会方便，才方便啊，对，就是在收容所里面直接煮了。恭喜答对了，耶，恭喜！接下来看第二代，米西亚，请看。从2011年9月开始，泰国持续性的大雨让泰国素有母亲之河的湄南河河水暴涨成灾，洪灾由北往南。逐步吞淹泰国1/3陆地，曼谷北部的大城府在水患中损失惨重，不止道路变成水道，周围的厂房也全都泡在水里。穿着救生衣、雨鞋，慈济志工红灯熊带着干净的水、生活包送来关怀。在曼谷北部经营冰棒工厂的他，也逃不过大水的侵袭。工厂一楼整个泡在污水中。但为了帮助其他更需要救助的灾民，
他的第一个念头却是先把工厂放一旁，前往灾区赈灾。水还没有退，先来关心一些我们需要关心的这些乡亲，然后等到水退了，我相信我们的回报他们也会感受到啊，大家互相合作啊，然后来把这个水退后的清理的这些的工作呢，把它做好这样子。像洪登雄这样的慈济志工不在少数，他们为了赈灾，只能坐着几乎要被水淹没至引擎盖的车，慢慢前进灾区。有的地区甚至要靠船接驳才能进入。但即使如此，志工们不畏缩，只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提供灾民需要的帮助。实际我们去这个援助的地方，花了多久时间帮他们清理，或者我们自己清理家园，把它弄干净，大概花了多少时间？这个要看各工厂，是像你埃泰啊，那个都超过快将近半年以上，对，那恢复有时候一年，可能一年也有，像那个大工厂、汽车工厂那种，像我工厂呢，是有慈济的清迈中小学的学生，高中生老师带着学生，哇，到我工厂去清扫，哇，哎，感恩我们那个慈济的中小学老师跟学生啊，哇，然后我们再去帮忙一些哦，我们的慈济人，所以我们有到慈济的一些工厂去帮忙，真的听到这个师兄分享的点点滴滴哦，其实心里面都是很感动，对不对？好，我们要问题了，请问，长期以来会定期泛滥的湄南河，泰语称为昭披耶河，请问意思是下列何者？一河流之母，二大地之母，三万物之母。金正堂，昭披耶河来，大地之母，大地之母是。其实昭披耶在泰文的意思是河流之母，湄南其实是水之母，所以答案是河流之母。对不起，答错了。两队游戏结束了，两队的分数怎么样呢？好的，经过了两个回合以后呢，我们的萨瓦迪卡队拿到了三分。哎，我们的水晶晶队也是三分。哎呀，两队同时都可以获得里程，两队都可以来抽球。耶！谁抽？你说的好多，你选。水晶晶队先抽。还代表名词，还代表。运气。不可以看，不可以看哦。不可以看。站起来，站起来。好，几倍？几倍？几倍？三倍。好，恭喜三倍，可以得到7596里程，恭喜。好，送回去。马蒂卡。好运气啦。来，我们自由宝宝。几倍？几倍？六倍。是我们整个盒子里面的最高倍数的球，是15192公里。哇！恭喜恭喜！谢谢谢谢。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想来报名参加，怎么报名呢？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想要跟着我们足迹一起去探索世界吗？赶快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官网上一起来报名哦。跟着我们的足迹一起晴天四万里。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师兄，谢谢，好玩吗？好玩。